聲，不過耳機好像有點怪。死我啊！哎呀，我屋企啲嘢开始出现集体损坏啊！Hello， 你好嘛？云龙阿斗 Alan 阿强，好耐冇睇，点解？即系你哋系一见到竹小即刻睇噶嘛？一见到你哋爱嘅小翼，我好牛粉小翼。嗰日我哥攞嚟玩嘅时候，我喺度问。边个咩小翼啊？咩智慧啊？智慧咩小翼？好，咁啊冇啦，呢、這个插唔到，插咗呢、這个手掣线之后，个耳机就 detect 唔到，咁啊算啦。好，着件日本琴衣家人咯。嗨，你好嘛？坏人 ，Kel Kel 买 Filda， 好。Filda 应该好开心啦，因为你咩啊？唔使咧睇咗几个月都系。春日一番啊嘛，系嘛？其实我好想玩人中烧。我头先咧，我想讲咧，呢只格斗系啱呢只双呢只摔角嚟。我头先咧玩人中啊，我谂住晏昼玩嘅，点知玩咗一阵之后晕浪咧，跟住就我一晕浪就会好屙同埋想呕，之后即刻熄咗部机佢。唉，阿记嗰件我买咗新嗰件咯，云石嗰件好似云石咁，好似未买。咁咧我 collection 系咩先？睇文你好嘛 ？Movie 系咩 challenge？ 啲咩报酬？哎呀，我未系单DLC 我未知喎，好似话有啲角色嘅，因为好玩话有角色嘅嘛。哦，好似跟等咁样嘅呢啲，可以换嘅。這個、呢个咧角色介绍，大空翼。有史莱达啊！我想讲，我玩系啦，咦？点解嘅？我明明几多史莱达噶？即系玩 versus 嘅时候可以拣史莱达咯。game 界系咪唔好玩格斗 game？ 又可以玩几样嘢？我抽唔到啊！龙珠我抽咗两次，我仲有石嘅，我留翻先。一阵唔知写 question， 一阵唔知边队，唉，咁讲啦，我惊啊，我惊啊！好，不如我俾大家睇一睇个故事点先啦。其实我有高度赞扬佢嘅。呢、這個小翼的故事啦，因為我只是玩了很短時間，因為我阿哥搶了嚟玩，咁我就你自由的較為困難，咁啊玩呢個啦。Continue 俾你哋睇下我玩到邊啦。其實咧係已經進入咗一個叫做教學模式嘅，就係佢咧想訓練好自己之後咧去繼續挑戰，因為俾阿蒲邊咧搶咗佢個波之後咧，佢就好唔開心，係啦，智慧。好难啊！啊，好紧张啊！嗱，嗰日就系玩到呢度嘅利物浦。Yes， 吓目标，西西霸全国有份喺故事。我玩一阵嘅，因为我之后可以睇下你哋即系对战一下咯。我哋嘅责任啦。个教学模式佢自己 skip 咗，系咪？自动播放得唔得？唔系我抢而错。唔关你事嘅，呢场比赛我真系输咗俾大空翼。我好有诚意咁样攞紧啲嘢俾你睇嘅。今次系我哋话决定咗，これからは俺の目標は翼先輩。其实有中文咧就唔会喺度翻译压死，好似我之前咧玩其他 game 咧喺度乱咁译。呢边我见你好波心，个天意天意就系要我净系忠于一件亚仙六波心。唔系我揾到啦。刺藤好强啊，不过我远道而嚟呢度观战。系，系。しかし、不过能够打啲难局队先至得我哋。このわしら隊。即系我哋。系，系。我哋隔篱个影星虫啊，系。今の翼に必要なのは、望住上君のような存在だ。即系 game 开一阵就唔系咁想法。本当誰と？逼他。私は全日本サッカー協会の
我全国日本片足球协会嘅片头。君たちは你哋今年全部都系，其实好多系，唔系，但系你中意足球小将成，你觉得 OK 嘅，同埋有中文咁样都可以睇下嘅。我想俾你睇下呢个 game 咧，系点样系唔系一只足球 game 嚟？因为嗱，そうか。わしらのこともチェック済みか。但一陣間阿斯豪係會將佢白色運石嗰邊。翼翼翼翼佢哋有講。この2年で翼の実力は。咁另外咧，我咧就會咧，即係出術咧，去即係令到咧我對家個球隊咧，一定係咧唔可以攞到呢個社區盾。新田という男に出会った。それを一番喜んでいるのは。點樣做咧？就係咧，我就會灌輸。我会灌输一啲非洲嘅气去木工。然后我就会阿斯罗就会赢，系咪好变态咧？我系拥有咗两个，我而家会落咒语嘅。你赢，yes，直播换衫唔会咯。哎，我换衫都冇嘢好抵咧，系咪？仲阿斯罗，我哋用阿斯罗盖过呢个利物浦。先把件你话抱抱收嚟，好啦，我玩俾你睇下啦，唔好睇佢，唔好听佢讲嘢啦。加油啊！咁呢个 game 咧，其实咧系同打架，即系打交 game 冇分别。我去咗非洲移动系，好耐冇见，智慧你又成长咗，你件地基仲要唔要？点会唔要啊？话而家要啦，黐线，点会唔要？好耐冇见。现上你落住买嚟嘅时间，你哋我想问你哋系支持咩？你哋应该，我觉得你大部分人都系支持利物浦。将件阿记放唔系，系将嗰个阿记放咗喺非洲椅上面嘅利记波衫上面，即系表示我哋嘅胜利会将你盖过。胜利球迷唔系啊，唔系胜利球，今日胜利球迷啦，我唔爱阿仙奴噶。这个利记只是那么刚好，中文名是集英社，南葛が全国大会行きを決めた翌日に、チームのほとんどの選手、キャプテン、ダレッジ、全部有点奇怪。我有高贝利好像拍金的在那个柜里，所以我不是一个胜利球。东京大赛的这个前半に中学ナンバーワンストライカーのより声高い、全国大会2年連続得点王の東邦学院ヒュウガ君が対する武蔵中。You know, Wilkie, Tsubasa now is on board on PS4. 佢哋嘅對手係冇錯 ，Wilkie 好耐冇見，係足球小將嘅手機嘅觀眾嚟。你要兩個無需打爆機箱嘅德國隊人，勝つのは俺だ！一定我贏啊！我唔想再輸俾其他人，我先唔會輸啊！又係佢嗰啲官方跑法。全國大會も行けず。就肯定，我都未買啊 ！I'm buying the game on PC 啊 ，but I don't think this is a soccer game. I think this is a fighting game. So much butt 啊 ！I agree. What kind of butt？ 心臟病？哇！你睇佢隻眼。嗱，你咩事啊？三秒順利，啱瞓低咗，到底發生咩事？個波碌到佢小指腳下面啊！哇！咁啱俾我睇到经典嘅，三分钟死咗啊！你系一条，散啦各位，阿斯豪真系我噶。我为咗利物浦输嘅时候，我就买一件利物浦波衫。I remember you said you never watch a football, and you never win a football match。啊，呢个 Chris 系讲中文嘅，帮佢遮打英文。但一个根本呢个就唔系一个足球 game。电话都拨出嚟，我冇咩攞到三分嘅，真系好多嘢睇喎，其实真系太多了，应该系嗰啲劲足小，即系劲 fans 向嘅足球小将迷就会觉得 OK。接住咗个电话，呀，点解会接住噶？边个主持人？你冇事啊嘛，唔好死定啊，我冇事。你哋有冇入波啊？梗系冇啦，系咪玩嘢啊？原来咁。三分钟呢个时候交换球员之后，之后点样咧？之后比赛就完啦。冇啦，输咗俾阿强哥。
尊重下其他球队，我好尊重其他球队噶，你真系啊！小志强，你变得好善良。咁但系三浸纯系因为心脏病瞓低咗，佢冇理由成功而入，即系咁样写。我哋而家加速先，睇下嗰个即系游戏嘅时候嗰个画面系点样。嚟，我觉得咧呢个 game 咧同之前龙珠咧未即系出咗对上出咗一只系好多嘢玩，可以钓鱼啦，可以摘水果啦，我觉得系有少少类似嘅，即系你可以好轻松咁样开放世界去玩。咁呢一个咧就你可以睇下重温翻之前啲剧情啦，咁可以对下球队啦，可以对战啦咁样。我记得女队买咗只 game 系啦，睇下应该会唔会如果见到佢上网咧就睇下可唔可以叫到一齐玩。Hello， 苏永德。監督、監督、沖縄さんが、沖縄だ。唔得，我要 skip 咗，因为实在太多啦。咁就睇下之后打边一队先。你哋系咪好多人都买咗呢只，定系 next match， 定系仲玩紧其他 game？ 呢个 Switch 都会有出噶嘛？呢一只系啦。咁但系如果咧你真系想去玩足球 game 咧，我就觉得呢就系你睇剧情，你都好耐冇见到底。如果你想玩足球 game， 我觉得就你唔可以当呢只足球 game。但系咧，如果你真系中意足球小将嘅话咧，我觉得呢只都 OK 嘅，因为你真系可以睇到好多剧情啦。咁加上佢全部都有配音啦，同埋佢有中文字幕啊嘛，咁所以咧都其实都几好嘅。如果你唔系好赶时间，即系自己喺度慢慢玩咧，咁都 OK。咁同埋咧，呢只 game 其實咧係淨係，我覺得淨係用兩個掣嘅，即係大部分啦，都係用財馬心圖R 二同埋正方形掣已經得嘅。即係你以前譬如玩 FIFA 咧，咁你記住好多掣啊，因為咧佢呢個咧都有得撳走位傳播，即係你都可以撳三角形咧走位傳播。但其實你係唔需要用走位傳播，佢好似冇，佢好似 skip 咗，一開始已經話佢哋係贏咗一次嘅啦，全國大賽之後就開始咯，唔係話由最初咪話咩喺個山度射個波落去挑啊。林耀三機就已經是沒有了那些了，是已經是 skip 了一部分。誰も渡さない。喂，東方を見てみろよ。是啦，咁之後就譬如走位傳播嗰啲好普嘅嘢咧，佢都會整，但係就唔係好常用咯。仲三超大咪都買咗，太多嘢講啦，但係真係太多嘢講。咁啊，同埋佢主要咧就係總之你一定要入咗去禁區，跟住咧你要令到個龍門冇曬氣，然之後咧先至去儲氣射咯。我覺得就係咁樣。Hello 阿軒，暫時卡嘴花輪中台。同埋我想問有冇人係玩到係可以出咗幾隻飛沖天大條射級？因為咧佢係有正負啦、和負啦，同埋佢係有人嘅直播跑法。但係。点样出呢？即系你可以调配啲人噶嘛？定系其实你可能一揿到出超必嗰个掣，而佢可能侦测到你，你系有放到胜负和负同斯腾，佢就会自己出呢一个咧，咁样就系想知道。哎，哦，梁仔，約束通り，哦，啊，飞咗先，要点都要有一场，哇，唔好教学啦。初中三年級，嗱而家可以打啦，咁樣可以睇下佢點樣啦。喺劇情要出就要出啦，哦，即之後唔會話可以用嘅。聽講雷修射球要儲兩條蛙，咁但其實儲氣好耐，咁呢啲你就可以即自己調下人啦，係啦，都係啲好簡單嘅配置嚟嘅，好比賽。三十好淡，唔教學。我自己有玩過噶，其實我有一開始玩咗嘅，然後我發現係唔係好需要用太多其他嘅掣，因為佢鏟人，即係你係做大波嗰個人，或者你係去做攞波嗰個人咧，其實佢都係撳嗰個掣。Gio 你好嗎？好似當係空中射門出波俾佢作出超必就得。我打交成打交足球大石你好嗎？试下先啦，已经有三人去玩。哎呀，不是，
V3 はね。你睇下你发觉系冇球证呢样嘢。我记得我哥玩完之后俾个教学我嘅。喂，做乜鬼啊？すぐに分からせてやる。来るなら来い。俺は全力で戦う。いや。小野寺君、ここからチャンスを作れるか。我个狂臂啊！早出哇掉头啊！但系你咁散去咁前就射，你开波就翻好咁迟咯？点解可以咁早就射嘅？佢呢个边哇？佢呢个会唔会好早啊？头先有冇？头先冇练过啊？头先喺度执嘢啊？同埋头先晕浪啊嘛？好啦，それは三分パスを出します。そうだ。え？この試合、係咪點解有劇情嘅無端端嘅？覺得咁跌到啊！神取りタックルだ！喂，呢個係劇情嚟嘅。今のタックルで。パスを回す。それ。傻仔。哇！快啲，快啲！哇，佢撞埋一个人，你发觉佢冇球证嘅，食完死啦！小田强系边个嚟嘅？加多咧！我后屘都会射咯，头先佢喺咁即系咁快射，我而家都射啦！瞓咗喺度啊，上面有个人。同埋咧，我觉得好难，即系叫到想要佢球员，玩到咁劲，哇！哇，好劲啊，小田，黐线，走啦，走啦，老细，喂，冇气啦，人呢？人呢？有冇人？有冇人？唔系你啊！再嚟，唔好行前啲先，行前啲，行前啲。佢点解出？系咪因为武器，所以佢出唔到嗰个超变啊？边个系小田强？哦，后面啊，后面。下次，有人，死包。应该要再行前啲嘅。武器啦，其实要再行前啲，再行前啲，即系打佢。A 火小自强，佢点解又喺度？点解大柱伟又喺度啊？佢头先好恐怖啊！佢头先明明喺后面噶，啲人咧自动翻翻去刚才嗰个位置，搞得。龙一试下啦，都系射啫嘛。哇，突然马啊咁样，好攰啦，咁都抢唔到。哇，呢个 game 咧系即系唔使惊犯规，佢而家铲到咁样，咩小朋友齐打架，人咧可唔可以？喂。不过佢好扮武器，哇好劲！呢个唔知乜水好劲，内身内身都好劲啊！你听个名就知几劲啊！内身，再咯，弹点啲射去，冇人啦、啊！喂，快啊！黐线，快啲！come on。呢个乜水嚟？呢度唔识射噃，唔知咩人嚟噃呢个。武器啦，佢武器啦，求其搵个人射啦。我都唔知系咪足球。根本咧，其实咧，佢只要系要有策略，即系你令到佢武器之后要人补上，好快咁样射佢咯。其他全部讲，佢爆跌啦！快啲啦，志伟，快啲啊！哎，佢又入我啦。好屈机啊！喂，冇乱咁抌个波，好啊！稳阵，好啊！咁啊，乜都咁快交武器啊？
我就嚟可以爆蝕嘅啦，就係、是、哇面啲人你睇幾恐怖，佢跑咗，就係撳 L 二咧，你可以爆氣嘅。咁你譬如龍門武器嘅時候，就可以迅速回復啦，即係各樣補翻氣又會快啲咁樣嘅。其實我要避開早田，我覺得，總之我要見到有早田嘅地方咧，除非我係用緊智慧啦，我就要避開。爆先！Go go go！ 挡 ！Go go go go！ 避开！避开！避开！嚟嚟，快啲！哇，后边后后边两个魔女，唔得啦，唔可以，一定要射啦！因为如果再唔射，佢就会惨爆我啦！今期呢个镜头咁慢慢嚟，呢只紧咯，嚟！我个心喺度扑扑扑扑咁跳，死啊！加波，唔系呢个，上边，喂，做乜鬼啊？加波，明明喺度好地地，快啲，死哇，死！总之咧，你唔使惊，即系疯狂喺一个适当嘅位铲佢咧就，哇！你睇下我几咁惨，啲人咧喺度碌下碌下。追住佢，啱佢做得好，尼玛都冇用喺度碌啦！你你哋觉得你哋会唔会想玩呢个足球小将？即系我觉得系足球小将 fans 为咗睇故事都可以玩嘅，不如咁大家咧，其实系你会觉得一场咧系好漫长噶，因为佢系一只打交嘅 game 嚟嘅。系弊啦弊啦弊啦，哎弊啦，佢冇气啦，弊啦弊啦弊啦，系做到好过。嗱要小心啊！呢啲人开始，高真，系啦，嗱，避开佢，避啊！啊，完美啲都全部，咁咪完扮风波足球，系咁铲都唔惊零球。但系你即系虽然你几多冇球证啦，但系咧佢系会吹越位嘅，系因为我哥帮我试验咗系会越位，所以佢好愤怒。佢话咩铲到飞起晒都好事，有乜理由吹越位？唔当佢系运动游戏，其实可以识唔识用鸟笼？呢度点用鸟笼术啊？咁佢早田嘅人好劲，我都觉得早田好劲。佢系咁铲，系咁铲，仲要射入，竟然可以阻止到智慧大波，真系好犀利啊！下半场我哋一定要攞啲金锤石鸟出嚟先得啦。冇放放心啦，我都讲唔到呢句，下半场一定打赢佢哋。下半场俾早田射两球开剧情，唔系话太单调，冇人玩。我谂你同 friend 玩咧。是会 OK 的，因为你跟朋友玩就变成是一只攻少林足球咯，所以你会觉得 OK 的。如果是跟电脑玩其实 都挺屈的，因为你都没什么特别技巧可言，总之你要铲得准，跟住避得好，是即是跟他石哥是一样。智慧，我知道你被人骂得很实，但都是靠晒你。是みんなの士気が上がっている今。大家而家喺度振奋一次气，都唔好话俾人听我受伤。哇，好大雄，你而家方便吗？叫小学，叫人哋叫小学，睇就知佢小学。咩事啊？大雄咩事啊？マネージャー、ちょっと早く来て。大雄，你快啲过嚟啦！诶，我都唔记得咗呢度发生咩事太耐啦。你只脚咩事啊？我只不过有啲旧患又发作啦。足の怪我がひどくならないように。我点啊？即系我要做任务去攞绷带翻嚟啊！为咗唔令到伤势加重，快啲要俾绷带。系。大雄有啲事拜托你。嗯。拜托佢代替智慧出场咯。終わったわ。包好啦。ありがとう。大丈夫。你冇嘢啊？一定会赢嘅。铲伤咗啦，头先。头先被人铲督追几个圈，所以受伤，应该冇事嘅。上半场好顺利，
我哋个应承个防范优助咁。对于主打防守嘅我哋嚟讲，你系主打防守咩？你明明你系主打攻击、啊。然之后有个好消息，大刺猬这个受伤。啊，佢烂呢？好夸张！翼が怪我となれば、あと何月で怖いのは、淨係得個叫來心阿龍同井仔嘅人係有威脅嘅，你只要抹殺佢哋就得噶啦。OK， 有事啊！この調子、何月を倒す。打敗南國隊就我哋，好緊張啊！開始啊！冇，唔需要做配置啊！慘得一個啱嘅時機啫。去喂喂，武器武器，唔系真系武器。我啲人类边度可唔可以做啲出嚟？佢头先咧对手有时系眼直咗喎，知点解？受伤啊！嗱，佢串我只脚，听到。哇！有冇人？人啦、啊！射落出龟啊！我难得用了一个走位传播，我可以将天华学到的那些小技巧在度用。冇乜都靠智慧啊！佢唔得噶啦，加波啦！佢都耐心。喂喂！其实如果我唔储气就咁射都唔得噶咧，即系纯粹系当射爆嗰个龙门个气。我人去咗边？你今日我睇下，听唔听？好惊啊！其实我觉得好危险啊，阿萧，因为你咪补上太劲。但系今日大家都应该收到一个咧唔好嘅消息啦，即系其实今年已经好衰啊，好多嘢都。唉，我头先唔记得揿掣，今年已经好差啦。点知原来更加差，系啊，就系我喜爱嘅其中一个 Marvel 嘅经典角色系离开咗，因为咧我自己系中意洛基啦、雷神同埋黑豹嘅，系啦。太突然，因為咧佢都好後生啦，同埋其實佢咧已經即係佢有講嘅報道話，佢一直已經患病咗4年啦，咁都即係忍耐咁樣就完成咗9部作品喺呢患病期間，咁啊結果都係離世。我相信應該都好多人都中意黑豹，所以就覺得好可惜。阿超加油！其實咧好似係。多數都鏟到，即係除非咧對方係可能係某啲特別勁嘅角色啦。如果唔係，基本上都鏟到。哇哇 ！V 松即係佢哋用咗 L 2爆神，其實我都可以用。但係早田好似去到邊都有佢嘅。交波啦要。要加波啊！哇，你睇下早田啊，佢系前面又喺度，后面又喺度喎，黐线！同埋我觉得，哇，点有啊？最好就系尽量正面啲铲，如果咪就喂加波，喂交唔系咁样啊？你做乜嘢？交一次咪够咯。虽然话大智慧受伤，但我都决定要用佢。加波，射啊！唔得冇力啊，但系佢唔可以乱射，真系要储气。成队波得系啊！你见唔到早年系永远都系任何时候都出嚟。嗱，佢交波俾人铲，早年未必铲到，佢交咗俾人咧就可能够。上面咧。阿叔，咁咪可以服气服得快啲。你都射到，等先，得啦，我觉得应该得啦。我行咗入禁区，吓死我，以为射咗飞机波，人哋已经枕下啲头嚟。
足少啲人系全能足球，咁啊系，可能健威你叫佢前边。对唔住啊，卢比特，我仲未练好呢一招射门，但已经好劲，交多好。抽球射门，阿冲力射球，我抽球射门。你睇草田喺后面，啤住呢场比赛已经唔可以再出啱啱嗰个射门啦。好胡啦，死我！我都有谂过用冲力射球啊，但系要咁样上而下嘅回旋，实在太难啦。智慧，就算是你朋友的这个年纪，根本没人射到冲力射球的，而且你受了伤，射波的时候应该很痛的，照计应该没人走得到我的防线。点解现在是弹前锋？哆啦 A 梦舒陀，我打先。抽球射门，嗱交波啦，唔好独食啦，好多人射下啦，真系好似其他人射一定得咁，冇理由。同埋咧，譬如你见头先嗰人系冇超必出，因为佢嗰个充实个正方人嚟揿咧，去到尽头咧冇一个细细个嘅正方人仔，就系佢冇一啲特别嘅技能。想睇个波喺嗰度啦，啊唔好转视点啊，睇唔明噶，一波咁高射。咁近射，喂喂，哎呀，个草地都烂咗啦，见唔到？撞死佢！内身都去啦，哇，内身草得好慢啊，小哥，内身哥草得超慢啊！你啊，早前喺呢度，去啦！哇，你一个人行半场啊，铲咗出咗界，头先嗰球冇。是吗？剛才那球沒有入嗎？為什麼？但是他入什麼？他入了的喔，他去了個網上高的喔，有入啊，死了死了死了，哎死了死了死了，哎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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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厲害啊，雙騎是喔，為什麼沒有入的？喂捉鬼啊，是不是玩東西啊？你唔好同 FIFA 一样做埋啲低能嘢啦，你要接实个波啊，识唔识啊？好搞咩啊？你睇个复食，唔记得啦，咁耐之前，我记忆就系去到史莱纳同埋利云嗰度。唔好，系咪一定会跟翻剧情嘅结果噶 ？No！好像是這裡很遠，幾 OK 的，幾好玩，劇情來的。為什麼你們全部都記得的？我真的不記得了。你知不知道我看足球輸的時候你們多少歲啊？可能在媽咪的懷抱裡面，太迷糊了。喂，射完了，好麻煩，廢啊，佢做乜？佢系咪特登噶？心奇，佢哋系人都射到必超必嘅，点解？同埋佢只波啊，点解一定要抌喺呢个位嘅？我觉得有啲古怪喎。点解嘅咧？好古怪，心奇收咗钱，追得追得，我哋可以一齐玩铺喎。你哋中意你嗱，你哋好中意个女帝出现啊？估唔到苦战到呢个程度，大家仲未分析完噶，想啊！果然劲啊，射嘅都唔入啊！嚟射个十五码，心奇射球要俾梁户先至入波。十二码呢个唔系剧情嘅啩？我射咗几多球啊？我射咗十次，佢都射咗十次喎。太空热落一啲个靓仔。我未试过射十二码，我净睇过我哥射。我问佢会唔会射个飞机波，佢声称唔会。但我唔知点射，睇先啦。决定射门嘅方向。決定確我得啦，應該冇事嘅。傻低，射中間，
紧张啊！我扑左边，我扑左边啊！左边，好，冇理我唔又射中间，会唔会发现我射中间嘅？但系电脑应该唔识得扑中间嘅，我觉得电脑唔识得扑中间嘅，中间下面，中下。电脑食中间啊！左边，我觉得一定系左边。佢净系识射右边嘅，点解啊？唔得，我今次一定要入。嗯，佢射波我射右边，会唔会破波破左边呢？我射咩 game over 电脑傻仔，我右上，我射右上啊，右上。嗱傻仔，佢谂住我右射中间，冇可能啊！不过呢个 NPC 几醒目，老师，呢个 NPC 几醒目，储耐啲接到都会飞入网啦。哦，喂，未得，左边左下，熟知啊。点解啊？奥斯卡，你讲咩？你系咪预告咗会发生嘅事，但系接到得？点解咧？因为佢储得耐啊。咁我射中间，但系储好耐，连人都系飞入。奥斯卡预告咗我嘅命运。接到都入都有嘅。中间，我估佢可能估我。扑佢，我扑佢中间，中间，唔好啊！喂呀，咁奇做乜鬼啊？但系扑波边有得坐嘅？我已经扑波都揿埋正方形噶啦喎！我已经捉到佢两次路，其实赢都系我啊！有冇搞错啊？点解会咁嘅？右边，右上，咁佢又唔见佢飞入网。点解唔公平啊？点解咁样唔公平啊？吓、啊，我扑到佢路咧，我啊甩手，佢扑到我接到，点解啊？你哋睇到咧呢个 game 点解唔公平啊？入咗就入，我接到喎、啊，点解啊？佢接到我即系，唉 ，anyway， you can't win 。cut 开咗呢个字，我睇唔到。CU East Curd 系有残，因为有女帝加成。黐线，早田系、哦、女帝出早田，哦系、哦，你根本就系一早就喺度睇，记得嘅。你一早就喺度睇过早田加成，唔再次挑战得唔得啊？好似打 PVP 都系咁，点样斗史莱特？系啊，其实咧我可以出翻去嘅，可以出去睇下。喂 ，J Double 系咪可以同你玩啊？其实我哋都系即系残暴噶嘛，我哋本身咁我应该会系咁疯狂铲噶喎。你一唔一齐玩啊？可以 versus 噶。你而家有冇熄机啊？二对二，见到史莱特啦。二 PK 五 PK 啊！我唔想 PK， 我睇下先。正在等候话，所以都未知道我系咪可以咁？但系点样可以点样 use 啲 use online versus？ 我插咗线，好废喎呢个问题。我唔插线点样直播？六个位置啲难估估中，我咪系咯？点改咯？我都唔明。有卡包抽，有卡包抽，即系我而家可以抽啊！我觉得头先是我赢的，你哋谂清楚啲先，因为我咧系估到佢两次嘅，有咩啊？有违反游戏使用条约玩家嘅哦哦咦？我喺边度可以抽嘢啊？有啲咩 edit？ No use no。喂，根本就是 unfair 咯 ，you know，which is unfair 。
会唔会系我心期唔够劲啊？系咪要升下个心期先至得噶？即系佢而家首波系 PP shot， 我花美羊入波 ，yes。睇下先吓，我可以就可以，哇！我先谂懵，哇！呢个系神，哇！呢个神落嚟噶喎，拳王嗰个神落，玩咗故事先开始抽嘢。啊 ，Fielder 根本就系买咗呢只机。哇！呢个喺度，我觉得佢完全喺度，即系模仿紧 FIFA 嗰个形式咯，但系就变咗足少咯，根本就系、是。而家系咪赢紧？好，我阵间会睇翻前锋卡包呢、這个奥比尔、哦、青年球员卡包、国中卡包，我睇下先。嗯，唔系抽一先，抽一先。但系抽咗成抽得未？唔系抽人哦！我睇到佢哇！我想话我足球小将咧，手机游戏玩嘅时候咧，我第一张卡都系强哥嘅喎。呢啲打花哦，有四张卡，好友卡系自定选手，可以直由故事嘅赤城同人哋交换啲卡嘅。点包大人个头？亨你。识有系因为佢话唔系，其实啲人话佢系好有亨利嘅影子啊嘛。青年球员包一次，但系头先嗰个明星足球包好似好啲。哇，呢个龙门，其实头巾有咩用咧？比尔，但系啲卡会唔会哇重复啦？已经会唔会又系用一阵就冇咗消失噶？即系。好似FIFA 嗰啲咁，你唔係永遠擁有嗰張卡，係可能轉頭就會輸咯。你抽你幫我嚟嘅，抽出都唔得。啲人唔係抽，我都係啱啱開始就追得寶藏卡。寶藏卡會唔會係啲道具啊？就唔可以抽曬啲錢喎、啊，要貫徹翻我嗰個作風啊！十抽，雜木色，石旗，啲咩寶藏啊？電威。嗯，手绳哇，呢、這个劲嘢！话细个系咪之前只呢、這个咪就系你哋喺只 game 手机 game 嗰度狂抽嗰个？呢、這个抽 JW 你玩唔玩啊？我哋有时间可以玩一铺、啊。我睇下可唔可以 search 到一啲 online 嘅朋友先。你而家开咗机啦，即系你等我一阵啊。Online versus 我试下睇下你可唔可以入到嗰间房間。點數有得打翻嚟，可以打故事啊！奧斯卡應該係有買啦，好好啊！嗱，等等啊，我而家開間房先。哦，好多人喎、啊！我而家整間房。比賽規則係一對一啦，二對二就即係兩個玩家對兩個玩家嘛。抽卡啲人冇得用，咁抽嚟用，加入限制啦。應該唔會人估到嘅。又找女帝幫手，喂，女帝同我一起，我 versus 女帝啊，得啦，女帝你入我 Christy 间房0516，好啦，因为女帝是用那个黑人式打法噶嘛，得啦，但我有咩人啊？佢就咁准备完成，但我自己有啲咩人喺个队里面，我都唔知道喎，有得咁奇怪嘅咩？定系？开始咗先至拣，好啦，我哋而家咧等女帝 live， 其实系劲多人想睇女帝咯，我想讲，而家等佢入嚟啊，等佢入嚟 ，Hi 你好嘛，嚟先 ，Total cost 989，系啊，你好嘛 ，Tony， 你个名字有两个英文名嘅，你又有 Alan 同埋有 Tony， 女帝。呢、这个唔知道可唔可以收到音啊？哇，追得嗰个 cost 嗱，一睇就知佢系劲啦。因为咧，佢 total cost 系1519，应该系佢啲人好劲。我准备完成啦，
好緊張。自從咧呢個疫情之後咧，我就冇得同女仔去燒嘢食。我哋一直都係等緊燒嘢食，但係可惜咧就未有呢個乜乜零乜乜零咁樣就冇得燒。管理隊伍，你做埋呢兩日提早在家休息。欸、我反而是开始要回公司的经验。这些算了就这样。哇你个龙妹你身高来的你个龙妹哎呀好弊了。我个龙妹可不可以有后备人啊后备成员有啲咩人啊我啲冇喎我啲后备得呢啲啲不知名人。哇你睇下我。你睇下我嗰个关关同 J W 个关关，我好啦，呢个精彩嘅派米嘅赛事要啦正展开啦，踩低对底防守自己，梗系冇啦，黐线，佢哋超劲啊！你点睇小佢嘅真系？你睇下佢嗰个关关大个，你未搞对哥，我但我冇转队，但我冇得转队喎，我都冇队，我好似啱啱开始玩嘅，我都冇队。你嗰龙女一条龙，你啊冇冇冇冇，喂唔使 冇 OK 嘅，哇好犀利啊！早田系唔使住啦，唔使住啦 ，OK 嘅，可以睇下三哥啊，系。但系咧，我去打 versus 电脑嘅时候咧，就可以用，即系用啲劲啲嘅，即系。好似咧，我想回想翻我哋嗰次打 FIFA 嘅时候咧，就系、是、咁样啦。你记唔记得我哋系咁疯狂咁样铲人噶嘛？哇！但我哋一齐着住白色衫，系有少少难睇。行快啲啊，四位！下面嗰系咪我的人？下面嗰系咪我啲人嚟嘅咧？其实想出少少。真系无名之前发唔到力，咁呢快啲投啊！就系做手术，拉文好耐冇见，咁你系咪？你边度射啊？揿佢，揿佢。但系你因为领唔到个奥妙派位，你系咪领唔到个奥妙？之前你咪话玩唔到噶嘛，吹得啩？咁跟住后屘就，跟住 Andy 喺个群组度同我哋讲咧，就话呢个 game 嘅情况咁啱唔就得噶啦咁样。我见到太耐，咪睇错啊！喂，我成日紧张，你哋让我平时喺度斗。啊，有三哥，边有人？流心电源冇睇，其实我睇紧啊，只色。哇，早田跑得劲快，真系我喺后面死啦！哇，死啦！睇到早田快走。我有两个一样嘅智慧啊！走。哇，真系好痛啊！睇准自己。哇，我以为系我个大智慧啊！呢、这个假嘅，哇！哇！佢大锤，哇！哇哇！小心啊，重翻只脚。但系点样先？系咪打完先至会有嗰啲人用噶？即系点样先可以有多啲人？可唔可以跑快啲啊？同埋，其实你睇到系唔 fair 嘅，即系你喺后面咧，好似系咁加速冲上嚟，人哋一铲就铲到啦，我觉得系有啲奇怪。所以其实呢个 game 系好靠你自己一个人嚟咁扭，系咁哇，咁都系好惊佢嗰个再铲，即系咁扭到去前面跟住射咯。嗱，所以佢而家已经射啦，因为再行咧佢就好危险。傻仔，你要打晒啲剧情，但系即系追得边打晒啲剧情啦。嗱，后面有人啊！武器啊，车都喺度养咯，武器都出唔到啊！啱啱点解去唔到？哎呀，死啦！你入过，你一开波可以转过，哦，一开波可以转，不过我冇转。
真係唔知講出啲乜咁啊！你當係一個小朋友齊打格鬥嘅足球小將。其實嗰個人係咪我嚟？前面嗰個係咪唔係我人嚟㗎？所以轉唔到。陳思路射。所以你当是玩劇情看劇情咯，如果你真的当是你当是足球 game 就是比较慢一点。パントキックどこまで運べるか。ビクトリーノ。あとこの位置でパスを。啊，我嚟嘅呢个，我睇错咗。ドリブルを見送る。さあ、キックに行く。ここから打ってきた。其实认到正唔系好认到啊，有时，尤其是去到好前嗰啲位置咧，唔系好认到。同埋你见头先我系冇搜自己咩色咯，系去到临尾先有搜自己系蓝色咯。譬如剛才前面那個人呢，即是這個成田阿國明呢，是沒有搜他是藍色還是紅色的，我想說國明這麼厲害，誰是國明呢？其實還有智慧去了哪裡，我想說智慧又沒有了，有藍色是追得全灰色是比，但是有時你跑的很難看到的嘛。スライディングでカットセンターラインを越えて攻め込む。即当你好危急嘅时候，有时系有啲难睇。我呢个又，你追到以为系佢，我真系有前跑。哇！所以你哋嘅总结就系，你哋觉得你哋如果未买系会唔会买咧？其实定系会放弃咧？小志强喺度啊！因为下面嗰个是你嚟嘅喎，系梁仔。快啲！唔使做任何嘢，就系行咯。总之你就系推铲推进，防止人推进。我铲咗啦，你我死紧啦！哇！女帝太强，好赢。不过你睇下几赢，唔会买啊呢个。但你好中意足球小将咁啊，温寒冇时间打，买咗都要冇乜。你而家玩紧咩啊，伟邦？我想问你按住佢 R 同 B， 佢会自动追 B， 即系交叉。企咗啊！佢真系企咗度。好想你当你应该系当系一个睇剧情嘅 game， 即系自己玩玩故事模，其实系我抽下卡，即系当系得得意意。你千祈唔可以认真到佢。game 教波，可唔可以教波？冷静。阿罗同边只花猴同 B， 加油做得出。萝卜心，去啦，冇人啦，行前啲先，反正都冇人，再行前啲得唔得？三个咩都接到啊！我哎呀！变错人啦，唔好意思啊！我试行前啲啊，最多我试行到好前。咁得唔得咧？都系接到喎，三个系无敌嘅。哇！R 同 B， 冇人 ，Go！ここからチャンスを作れるか。喂，做乜鬼啊？喂，唔系呢个大刺猬啊！呢个大刺猬系人哋，系 J 得嘅呢个大刺猬。呢个大刺猬真系我嚟嘅。
咁近少少。呀，次次可以乜嘢都截到喎，撞嘅撞佢，撞神啊！再试，任何人都试下射佢，我试下，迟啲喺翻呢个位度射。无敌噶，即系话我无敌噶。喂，咁样咧？我佢可以出嚟噶，哦。我又問佢追住佢先，阿龍，哇！佢撞開我，但係撞開你，佢又撞佢冇咁勁啊！全部一齊追佢，係咁一齊撞佢。上面嗰陣係我嘅咪啊？哇！做乜嘢？我驚你掉個波。大丸，大丸紅一郎。收队嚟噶，時計はすでに後半の15分を過ぎています。いや、激闘の決着まで残すところは。うよ、下次啲。即系话，我任你射，即系话，有机会啊，有机会啊。喂，做乜嘢？出唔到嘅点解？出唔到超必，佢去唔到嗰度嘅点解？武器啦，武器啦，死啦，喂呀！唉，好波波嚟，武器啦，佢武器啦，佢武器啦，真系要射，真系要射，得唔得咧？爆气，系我唔知爆气，追得样，追得成样咗。佢个衫真系要射到武器先得。爆系系，我点仲打到字嘅？点解打紧机？点解可以打到字？系喎，我会噶，我会噶。一个人离开，出发啦！切，冲！哎，不如继续冲！死啊！小心啊！抢个波，啱啊 ！Go go go！ 小龙冇吗 ？Go go go！ 前面，唔系呀，太大力啦！啊，细佬玩紧啦，而家细佬嚟噶，啊死啊，细佬嚟噶，咁要小心啊！追得细佬唔系人都问啊！刀啊！但系佢好多气咯，所以应该射唔入。因为佢又充满咗力量。喂喂，哇！哇，点解咁快啊？佢太智慧。细佬，死啊，细佬！哇，好癫啊！呢个大丸好犀利，交波。哇哇！我睇到 ，OK， 我睇到，走唔到，因为储紧气，储紧气系冇得其他指令，如果咪会 cancel 咗个气噶嘛，系咪？唔可以俾佢过去，一俾佢过去就玩完。哇！你以为自己打 FIFA？ 我做乜嘢？你叫咩头？有笔啊！细佬，你只系咩招？平时空转移，唔可以出啲咁矛嘅招噶，弟弟，咁样唔啱噶。等先，佢系咪轻咗机啊？哦，得啦，佢复活翻啦 ，OK。我唔会咁奸搞嘅，抽球声喎，抽啦，抽啦，点定咧？溜冰，我企喺度等，我等埋噶，我唔会咁，我等埋，死啦！死啊，弟弟！追佢啦！追佢，真系喎，个指令好快喎！死啊！我嚟噶，队友喺边？兜个圈先，兜个圈，兜个圈。我好惊啊！我好惊啊！断脚，输衰败有余。阿马六成四郎，好笑咯！
有冇得跟機？一屌啊，冇得跟機啊，睇波啊！而家先話哦，但係咧，其實佢 R， 你話 R 加 X 係會追住佢嘛？咁邊個 R 啊 ？R1、R2定R3？因為我頭先唔知邊個 R， 所以我所有 R 都撳曬佢，即係所有都 R 都撳曬佢之後再撳埋交叉咯，咁樣追住佢咯。你搞翻掂对波先，系你俾我练下先啦。我第二次玩咋，因为今晚我哥唔喺度，我先可以玩。如果唔系，佢又抢咗我足球小将嚟玩，开始识少少。R 四冇 R 四，系嗰啲我新买噶，系咁就买，系揸股啲朋友嚟。右边第一个系咪？我即系 R 三系，即系呢个，即系我即系喺度跑喺度咁追住佢。R 一加食话 Andy 背咗 R 一加 X， 右边第一个，右边第一个系呢个。哎、我不得了， 我开始有些智障出现了，这么快识溜冰。这个 JW 的 game 是我们即下次 gathering 的时候面对面可以玩，应该会很好笑咯。到时我会介绍，我会记得的，可以追住他，我会等我哥回来的时候告诉他听这个秘技。 R2 是出技能， R2 是万能咯。总之这个 game 就是R2 就是乜都得㗎啦，铲波啦，抢波啦， whatever 都 R2， 跟住去到差唔多到埋笼呢，你就撳實個正方形仔就可以嘈氣嘈嘈嘈，之後放手跟住就會射啦。咁呢有時呢你見想追人啊，或者你個波以前想追波呢，就係 R1， 所以呢個 game 呢只係得三個掣呢，就係 R1、R2 同埋正方形，所以呢係好啱一啲足球嘅白痴玩囉。Hey Queen of my life。Yeah, but your queen is gonna off night now 啦，系啦，一齐玩会试过，我觉得系，有时一齐玩咗可以开个 live 直播，即系影住你嘅直播。好，咁我哋而家去睇波啦，唔卡嘅话数系计。好，咁啊就系咁咯，咁我就继续执下房啦。我储一行出万富石，我会睇下系咪真系要储两行咯？点样储两行啊？系咪？阿全 ，Hello 你好吗？好，咁啊又轻松又一点啦。星期四再见啦，系啦，睇波啦，睇下星期四有啲咩。同埋我喺度抽紧龙珠啊，其实不过未抽到，抽咗两次，我仲应该可以抽多三四次，因为我有好多石，系啦，到时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啦。阿记人嘅一比零 ，yes， 好，咁我就12点，系啊，我每一次都会讲系1点噶，因为我睇咗上面左上角嗰个时间啊。拜你，好啦，拜啦，再见啦，秒关。I cannot understand. Oh, I cannot understand what you say, but you are beautiful, perfect relationship. We cannot understand. Yeah, so I gotta teach you to sing a song, which is "You're beautiful, you're beautiful is true." Yeah, see you next time. 系啊，下星期睇下玩咩啦。有三只 game 拣，人中高达同埋。足球小将、yeah. 好，再见，下次先。秒关阿全，关唔到啊！真系真心，点解嘅？有念力啊！你哋 ，Your English is good. Yeah, see you next.